阿公牛仔，嗯，牛仔，牛仔，来，我给你看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这个废校其实给社区的民众其实带有很多的一些以前小时候的回忆，但是因为它废除之后，变成是他们的之前的记忆好像就被终止了。嘉义县我们就第一所，那用皮钱汇去学校，那把它转型变成所谓的老人的照顾空间，那它有日间照顾中心，也有所谓的巷弄长照站。情侣都是谁？啊，阮家是足清幽的啦，经理安尼是足清幽。像以前那样热闹，那个热闹嘛。啊，不过较早是拢囡仔啦，啊，即马拢变成拢老人了啦。这是一个我们未来必须要去清点清查，创造更多的学校被除役了以后，怎么样让它赋予新的生命，变成照顾老人的天堂。